但实际上的话，保险和证券两个行当，目前我们了解到他们招聘的原则是不要本科学金融的。哎，你好，是你？啊、是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真脸上了。啊、呃，对，您哪个省？哎，你好，那个我是河北高二的家长。河北高二选是选的啥？呃，物化生。物、哦、化生，哦，还好一些。物化生，小孩子想做什么行当？有没有？呃，有，他想学金融。对，来，还有计算机。呃，计算机啊。 我告诉你，这两个专业，如果说在我们这儿报志愿的话，在我们这儿填的话，我们一个金融专业都不会给你填，会给你全填计算机。为什么？我们很多家长和考生对金融的初显理解是什么呢？银行。但实际上，金融不只有银行，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业务。我们说到保险、证券、投资、金融租赁，但实际上的话，保险和证券两个行当，目前我们了解到他们招聘的原则是。 不要本科学金融的，要本科和研究生学工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是做证券分析，他证券分析要分析行业的，包括说他做投资是要投资某一个产业的。那他如果没有专业背景的话，他根本就看不懂人家的项目，你怎么去给人家做投资啊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比如说现在我要投一家人工智能企业，我我一个本科学金融、研究生去学金融的人，我要投一家人工智能企业，他说的是真的假的？ 你分辨得了吗？你分辨不了，为什么？你不是学这一块的，你只能听他给你吹，不过瘾。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，跟我来，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，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，进入账号主页，向左滑动页卡，点击专栏，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。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，就挑选哪些课程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贴心？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，欢迎在评论区聊我哦。